受强对流风袭的影响，明仔我市各地再次出现明显降水。天海区广业街道内岭社区的部分巷道遭受严重的水浸。今日明早十点过，伊只到内岭社区台沟，部分巷道出现了严重的积水，车辆无法通行。当地刚补空前到积水路段拉起了江宜街警戒线，到积水路段两旁有街相互抢劫，移到店门口或者工厂门口堵了沙包，防止积水蔓延到内底。当地告别低洼路段，积水淹到了成年人街大腿位置，行人只有边扎起裤卡到水当小心望惊。这个当地居民邓小姐黄洋，伊个爸母徛起到内岭社区一低洼地段，近两日来积水已蔓过了门槛，家内个家私个家庭拢受浸。常常到这个大脚腿个，常常卖草药，时常卖草药，希望带有关部门慢慢来讲处理啊。家内我内老人了，才要水电啊，全部家私家股全部用掉去。到积水最深个巷道口，记者抬高，水流非常大。老衲个老囝一半拢好到水当徛稳，因受浸严重，也就周边布设有电缆等设施。当地居民就十分担心下水会发生意外。一人好多了，我讲嘞，安尼政府办嘢了，安尼了根本无边出门，无边出门了，比如啊打住个电啊，地面个时时时会惊啊，时时希望有关部门来重视啊，了正改啊。一有变正改好就又好啦。就本啊，迄个就落得好，伊就积水；就落得好，就积水咧。内岭居委会负责人表示，两日来天数世界强降水，导致社区部分低洼地段出现了明显的积水。伊人已采取措施，对北光科进行临时破铁，同时启动强排设备进行排涝，目在加大加紧排涝。当初你更起个个强降水啊，过强降水啊，加更好往内岭居委会呢。哪位干部组织啊？对你话地界排涝，特别是对北光科界临时界破铁界个对积水界排得，对别做好方言界是近期的方言你话地积水，各位啊组织南光对解梦对这些激光性也系多铁多刷包，也包括那做半个层界也系做半个层，包括那对做好我摆个几个。做做刷只，叫来交交区委个，即个临时个做刷。对地话地，往几十往后几十光做，几十下个对一个好好好一个好量，即近期个强更好个，好做好做那几十即几下光做，即个石头即个摆捞。到市区西东巷东平街路口有两个隔天做悬空，每如雷鸣。到黄河东随时有加捞落来个危险。附近市民为此急喊相关部门及时处理，防患于未然。市民所反映的指两个隔天座暗河会西东巷东平街路口附近状况。明早记者到现场台告，指两个隔天座向到巷道的状况，夹到直拢无照的南山之灯，有铁丝扛拉着，顺着铁索摸去。可经提示往东平街十一号一座主题楼外墙向上下啦。个市民林先生答，指责情况从多时间已超过半年，更正伊无已经发现，市内各铁座都放好灯飘摇不定，从多外墙暗黄。也都要解脱摸去个旧梯，恁农工物真系工物高级中也着解开有大半年久哦。了，个自动提示摸，睇着人个工物。路啊路时间咧，同佮唔在地直做只加落啦，只打着灯。个林先生分析，指落个隔天做下段，原来应该是固定到路基界高档物件，因伊坑啦固定冇直接物件，后来因高档物被拆得，日到底隔天做悬空。林先生答，指落个隔天做虽然有铁丝个南山坑啦，但随时有加落落来个可能。自街路口车水马龙，尤其是过往行人好在，伊为此希望有关部门能紧急道歉，防患于未然。你小北有停车场，了解这个有个餐厅，你来来往往的车跟人也是超载啊，所以今仔望着地就是加落去打掉人部门咯。
希望那有关部门、有边相关部门啊，有边及时处理的，唔免那下咁么加落去打掉呢。去年7月14日，市区金台立交桥下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只康英车碰撞一只自行车，导致骑乘自行车的两名学生不幸丧生。事件中，涉事司机尚未转正。警方到事发后展开刑事调查，对涉事司机及其所属企业主管人员实施刑事拘留。最近，莲湖区南面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交通肇事案，被告人刘某因涉事起驾驶康英车造成两人死亡，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肇事司机所属企业的主管人员刘某元，同样因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去年7月14日晚8点左右，到市区金台立交桥下，一只直行的康英跨车意外碰撞一只自行车，导致骑自行车的学生李某某当场死亡。乘坐自行车的学生邓某某多地受伤，后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交警部门调查发现，事故中肇事司机刘某持涉嫌驾驶证驾驶康英跨车上路，且无按照超速规范完成驾驶。原来刘某持有 A 诺 D 驾驶证，其同证驾 A 诺证驾涉事期至2020年9月21日，也就是案发时未过涉事期。警方随后依法吊销了刘某的驾驶证。去年7月28日，刘某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而交警部门也启动签到调查机制，约谈肇事司机所属企业主管人员刘某元，并依法对其进行严肃对质。刘某作为单位主管人员，在明知所属单位驾驶人驾驶证在实习期间，还指使其驾驶车辆违规牵引挂车，从而发生致二人死亡的严重交通事故。依个相关法律，刘某元同样涉嫌交通肇事罪，公安机关对其立案侦查，并依法将其刑事拘留。去年8月，经此南面检察院批准，公安机关对刘某元执行逮捕。对法律的认知也不是很充足，也不知道 A 二的实习证不可以驾驶拖车还有挂绑不可以一起驾驶，所以造成这个事故的发生，我也对双方家属表示遗憾。经交警部门认定，火车司机刘某应承担本事故的全部责任，两名被害人不承担事故责任。事后，刘某、刘某安所属的企业赔偿两名被害人家属各83.5万元。两名被害人的家属更出具谅解书，对刘某和刘某安的行为表示谅解。去年11月15日，莲湖区南面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刘某、刘某安犯交通肇事罪，向莲湖区南面法院提起公诉。莲湖区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适应讲议庭诉，公开开庭审理了此起案件。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刘某、刘某安的行为更构成交通肇事罪。被告人刘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二人死亡，对事故负全部责任，情节特别恶劣，构成交通肇事罪。虽然交通肇事罪属于过失犯罪，不适用共同犯罪理论，但被告人刘某元作为单位主管人员，指使被告人刘某违章驾驶，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致二人死亡，情节特别恶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的规定，应当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考虑到刘某和刘某安有自首情节，自愿认罪认罚，其所属单位已对被害人的家属进行赔偿，处置谅解，有悔罪表现，可以决定从轻处罚。最终，辽阔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一审判决，分别判处刘某、刘某安有期徒刑2年6个月和6个月。被告人刘某不服一审判决，向市东区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市东区裁定驳回上诉，瑞提原判。违法驾驶危害大，交通安全系万家，愿每一位驾驶员多留一份心，少一分侥幸，
守法礼让，文明出行。需要指出的是，旧的机动车驾驶证新领和使用规定，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初次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和证件准给车型后的12个月为实施期。自今年的4月1号起施行的机动车驾驶证新领和使用规定，这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初次取得汽车类准给车型和初次取得摩托车类准给车型后的12个月为实施期。也就是说，类似老母之前证件 A 字证的情形，从今年4月1号开始就不属于到12个月实施期来了。但无论条例怎么变，换穿稳妥驾驶避免伤害是时刻拢需要警惕的。骑机到市区新乡市场大威四巷十号的李女士黄杨丹，最近伊人一家人拢忧心忡忡，因为家内的老板墙体掺水严重，非常苦恼。李女士来骑机到一楼，面积40多平方米，南侧的墙体坡洞出现剥落，各楼白板掺水。李女士她由于水质崩崩，根本就无便骑机，怒惊周边去靠边租处骑机。这家拉个家具也拢唔敢过窗，大家整理啊，这时间啊，老啊在沉水上熬个，水啊窗啊出水，老家哩无边徛，丢失哩，窗上扑出个，水沉啊真是无边处理个，放丢失个。李女士她由于老板沉水严重，最近停门捞落来之后，到底头个点点个担个。李能士认为是二楼住户出门多，就找二楼住户。但二楼当年无人徛起，李能士就去找三楼的住户。但三楼出租，找唔到业主。究竟是三楼的三楼沉水，二楼你哪里找唔到？对此，李能士一家非常担心。那也唔知城管有关部门来调查的，我惊那厂漏了安安坏了，这个门多向有关部门来参考。记者也去到二楼，发现大门顶边搭有李女士写的胶带。三楼的租户是外来务工人员，而三楼的出来沉水情况同样严重，位置也甲李女士的来差不多。李女士就怀疑是整栋楼出现了沉水的问题，伊也担心情况会越来越严重，到底出现挖窗事故，希望相关方面协调，查明原因，消得恩患。要派到有关上部门来处理这件事。今日是第32届全国助残日，为迎接这日的到来，市振兴残疾人及亲友协会、溪州汕头市特殊儿童康复协会、到汕头海纳平地举办全国助残日暨世界孤独症关注日活动，同时拉开广东省2022年世界孤独症关注日系列活动的序幕。前面张两时的老婆今年15岁，到几个月大的时候，老婆就被查出患有孤独症。15年来，如何修复老婆尽量和其他老婆朋友成长，成为张两时最忧心的问题。其实他的社交能力还可以，但是就是他因为自身的障碍导致他没病的和家小空气融合，因为那家小空气呢也实际爱了解，爱大概了解也是啦。但是呢，并不是有病从专业的角度去做到实质上的去治体呐。所以呢，有时候在学校发现这个小问题呢，虽是小问题，但是呢，不是正确配合的干预的话，就造成大问题。实际上，有家长能使这样烦恼的家长不少。但是，出全国残疾人跳跃跳车小格显示，汕头有残疾人24.32万，占全市总人口4.42%，涉及80万家庭。其中，孤独症患者由于交通困难，无法表达需求，以及部分行为举止异于常人，导致社会对这个群体的支持与偏见依旧存在。世界孤独症关注日的设立，就是为了提升公众对孤独症的认识，推动社会对孤独症患者的人文关怀。近年来，华视推动推进残障儿童康复救助，对包括孤独症儿童到来的096召回残疾儿童实行全面会抢救性康复服务。根据年整年，政府就投入4,400万元的康复训练费用，
华此华积极推动康复机构高质量发展，目前创始有残疾儿童康复机构十三家，多项残疾儿童人寿职工拿出名。到今年嘅全国助残疾及世界孤独症关注日联合活动中，现场结奖了15名优秀孤独症特教老师，结合专门青青守护者，肯定能为孤独症特教事业做出嘅辛勤付出。向爱心企业、爱心组织颁发了爱心牌匾，向汕头市残疾儿童康复机构受关爱孤独症儿童队旗。汕头大学精神卫生中心嘅卫生团队即提供义诊、进行健康检测及孤独症早期筛选，行电话双团残疾人相关福利政策。特别在这几年里面的时候，孤独症的时候已越来越被社会所认识、包容、接纳、关爱这孤独症群体，让孤独症的儿童的时候真的在社会里面被爱和被接纳。这是孤独症儿童他的心灵里面觉得到他有一个安慰，因为在爱能够创造奇迹。5月10号，停海的邓先生发现家己遐到小区门口的摩托车无倒去，即车公共士兵发现原来是一男一女十个换，而此中一路人看到另一小区盗走一只摩托车。邓先生答，当时伊个摩托车住遐到小区大门口，因为这个有捏小偷甲小区保安员，伊觉得比较安全，就只是锁了车头锁，无惊晃倒。当日傍晚7点左右，邓先生发现摩托车无去之后，就去找公共视频，结果发现摩托车到20分钟再不能路去。该男该女，那非常猖狂，现在男女搭配非常厉害。伊来了，唔知佮咩锁匙了，拆了开了去，还能让我开两个家嘅车门哦。我家系咪正好伊个遐个多口罩甲刀头盔，非常厉害。视频显示。当时两人开一只摩托车来到现场，随后一人落车，先去叫肩头一只摩托，邓伯玲的手，一时盯上了邓先生的摩托车，并成功叫开摩托，最终直撞直咬离开现场。伊头个头叫直接无得去，了就碰着我这只，因为那我是大意疏忽。邓先生答，更让伊气愤的是。当日的下午5点左右，指路人已经到另一个小区门口盗走另一只摩托。邓先生就希望警方能加强巡车，尽快将盗贼抓捕归案。请警方来收有咱来查探，我将西瓜厉害一个。郭志忠本人麦报道了，市区当下该有一只破旧小汽车前去将佮落个部位，浪费公共资源的情况。有关部门迅速行动，将这只小汽车拖离，还为移民。此在大市区当下小学附近，质量破旧的小汽车长期占路的部位，浪费公共资源，影响其他车主停车。这么就是去年遐年九月份做就多一件个，落班来啊，弄来就基本个无位啊。本身只条买出街，将留个遐多钱个就，那希望到向相关部门来处理一下。据介绍，这情况经本人麦报道后，交警部门迅速行动，查明该小汽车以三个周期无年限，属报废车辆。民警随即通知车主，再去将车辆做报废处理。随后，小汽车被拖离，停出了车位。拖走后就到有边去人运输局个车位，还有门关门，门只门点落只顶位。如今，一撮人为拍出违章盲案，不惜铤而走险，却生命开玩笑。近日有2名网友就因为不顾生命危险到铁路火线，而被警方分别处以拘留和罚款，事件也再次敲响了换窗警钟。该网友是到宝成山西昌名阳至江油曲江铁路上火线，并发到某社交平台，日益煎熬，就是直驰日来的列车推起来极其危险。5月5号，西昌名阳市公安局通报单，这时名人一个野老念名是郭某某，带着一名大学生李某到铁路上倡议自拍。目前警方已对郭某某作出行政拘留两日、李某罚款100元的处罚。为何出外宿舍，郭某某甲李某穿过防护网到铁路线路顶端进行拍捏，
自身用的行为，罔顾自身而列车行车瓦窗，将生命视为自己，是极大界不负责，更是违法行为。对此类行为，我国地方管理处罚法早有规定，像是进入铁路防护网或者火车来临时到铁路线路上行走阻碍、抢划铁路、影响行车瓦窗界，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郭某某与李某到铁路上互相被依法处罚，是对相关违法行为的警示，也定性了法律法规的严肃性。事实上，罔顾生命瓦窗或盲按相片的事并不少见，这是因为或在导游匿名时盲按等，经常以此为双方举头，吸引人们在网拍摄推起来向酷高级的相片。另外，拍摄者对法律与瓦窗的认识不够，心存侥幸心理，认为事故与处罚未发生到家己身顶，因此规范盲按相片拍摄行为，减少事故与违法行为的发生，有必要加强正面引导，使公众认识到违规拍摄的影响。同时，到相关地点设立标识，提醒公众此地禁止拍摄。对于错无视法律法规、以身犯险的个人与商业机构，即有必要加大处罚力度。盲按相片本身并无过错，但任何对每个对读拢应该都遵守规则，并爱生命的前提下进行。到铁路顶边拍过塑胶被罚，是对不规范拍摄行为再次敲响警钟。希望许错却命好相的人能以此为戒。